程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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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程总怎么来了？估计是因为礼服的事儿吧，看来佟小游要倒霉了。活该！行了行了，咱们呀，赶紧看设计吧。 陈总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我的来意吧？陈总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你立刻辞职，离开严格。这是公司的决定吗？这是我说的，我就代表公司。不好意思啊，您不是我的直接领导，我不能听您的。 我知道你为什么赖着不走。像你这种年纪的女孩，没有拿到什么好处是不会走的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我想要的，你恐怕给不了。你敢开，我就给得起。那您觉得一个人的梦想和尊严值多少钱呢？ 妈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没提前说一声啊？还不是来给你收拾烂摊子啊？烂摊子？您去找佟悠悠了吗？晚上早点回家。程总好。小悠。 交换运气了。